不能用 ASMR 演唱啊？怎么了，哥？好听，演唱晚安曲送给你的歌。哦，好啊。睡吧，睡吧，我亲爱的。晚安。哎呦，我听完这段，丝毫不敢睡觉了。你怎么？为什么？很害怕。我唱的很安静的，虽然说我唱的害怕。不是这个，你要放出来，肯定是就感觉一直在你耳朵当中旁边唱的，而且只在一边耳朵。睡吧，睡吧，我亲爱的。晚安，拜拜，睡觉。今晚你们就将在山水基地入住。我来啦，真生太阳。故事的开头大家已经知道了，本期又是一期大合宿。虽然嘉宾们住一起这件事我们不是第一次经历了，但每一次都有源源不断的新挑战。这一期的屋子分别是温馨民宿和生态小木屋。为了让嘉宾们拥有更加极致的住宿体验，导演组开启了两边的大合宿。因为这一期是生态片嘛，也突出一些就是生态风这一块的一个东西了。你现在会看哈，它是一种很极简风的这种概念啊。本来我们民宿是一个极简风，但是它摆在干嘛的？被淘汰的人，他们就是要来到一个条件相对比较差的地方。拿捏这个简陋，这个就是很考验功力。它是一个全智能的这么一个概念。怎么是电动的？吓死人！然后你插上房卡以后，天气会打开。然后这个地方也可以看星星，因为在这个地方，星星是真的有可能在会透过这里看到的。这里连床垫都要重新装，估计是。这里面呢，其实原来是两个茶室。然后我们把它改装成了两个宿舍，就是我们想过可能要用双下铺，然后也考虑过用木床，考虑过用行军床。综合考量之后呢，就决定给他们一个正常的宿舍的小床这样。改一些给我们配备的一些配套啊，带有颜色性的东西，也突出一些就是生态风这一块的一个东西。对，我们也可能会立一些板子，挂一些画等等一些东西啊，突出一个整个的环境啊，让这个颜色上啊，还有这些东西上，但是不要那么炸。这是他们的早餐厅，早上起来肯定要吃早餐，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吃早餐。开动银耳粥。哦，这个挺好的，大早上特别养胃。很好喝。哇哦。慰问一下凯哥跟陈哥。我觉得这家锅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你还可以放点菜啊。我不会准备那些，只有泡面火腿肠，我觉得可以更简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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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嘉宾们的住宿，导演们也是操碎了心。比如合宿人数最多的民宿就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因为技术还有灯光它都要需要走线了，但是呢，因为介于这个民宿的它生态实在是太好了，生态太好，你开了窗户以后虫子全进来了。怎样能不破坏生态又能防蚊虫？作为一个久经磨练的节目组，什么样的难题我们都必须想出。Plan A B C D E。Good. Understand.
正好呢，这个民宿的这个是有一个小窗户的，所以说呢，就做了一面假墙，在嘛多出来黑的地方打一个孔，打一个孔以后呢，所有的线就从这个孔里面进来了。这个窗户不就是在外面吗？两边一靠，窗户一打开，相当于就是一个封闭空间了。就是这个原来是一扇窗，我们自己做了一个壳子，很省钱对吧？就是一块木板，然后把那个窗罩紧了，然后外面那个窗户是打开的，所以就是线从窗户进来以后，通过那个木板就这么小一个洞进来，既能走线，然后又可以防止虫子开在窗户缝里进。然后颜色就是他挑过的，尽量做的一样。昨天酒店的工作人员看错了，他以为是我们把他们的墙面给钻孔了呢。我这天跑过来问我说，为什么你要钻人家墙？我说没钻人家墙，不可能钻人家墙。他说那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这是我们的假墙。这个因为有时候工作人员进出的话，他可能会忘掉关，所以加了下去自动吸上来，就是全孔了。解决了蚊虫问题后，大乔老师开启了装扮模式。就当我们的大乔老师以为一切尽在掌控之中，用心装扮着这个温馨的小窝时，一伙人的突然出现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你现在怎么走？我直接一敲门拿走了。全是往哪了？是来这边借家具的吗？就是放到那边的木屋。对。热的单东西了，感觉一下。家徒四壁的小木屋团队开始了他们的进货。家具有这个班吗？有。正好有拖鞋，直接拿走。哎，那个床回去。哦，这一套拿走了。你快都拿回去了，床套它有多用。我这边有点空啊。这个小椅子老师，哪个小椅子？啊，这个你拿走的。这些都是垃圾。这些你不能扔走啊，我这有库存。那点桌子椅子就算了，这事就换一边打就行了。那个竹筒灯，我不行，哎，竹筒灯也不行，竹筒灯也是有数的。这个好像没有，啊，这个不能给你。我们那是 low 版的，对，我们不能有这么高级有高贵的。行，哦，上车，那我们先走了，拜拜。满脸写着高兴。装修干了，设计做了，能藏的我们都尽量藏起来了。为了让嘉宾们住进来像自己家一样，节目组无孔不入地准备了好几天。终于迎来了最最最最重要的录制日。我先把机位都看一遍。对，差不多了，那行。你会议中心系统已接入。抱歉，太兴奋了。你说谁？谁来？好好时间摆盘，好不好？好吧，就这样子吧。老师们，一步到这个位置，今天晚上活太多人。所以说这酒店房有十个人怎么分的？我现在分的所有的都是暂定的。李组员，给我分派任务了。对，你就共用八个酒，两个你要控的，不好控。然后三个人要控。所有人看这两个在谁控？一个。每个人都进来了吗？四号进来了，四号没进来是不是？谁跑二楼去了？别墅的二楼。
从那个楼梯上去了。现在排的是吗？是不是这车？哦，排车，我俩的用菜单，菜单。下来了，下来了。我现在找你玩了，你下来了，下来是吧？啊，三个人下来了。听得清谁是谁的声音，谁在说话？不动了。民宿里热火朝天，而 PD 们的守夜工作才刚刚开始。其实这个门关了也还是会很冷的。哎呀，上班了，上班了，上夜班了。你知道吗？现在特别像保安室大爷，穿着这衣服站在。20年后，我觉得。要他们要发布秘密任务。我一个，一号一个。在深夜的冷风中，在朴素的工位上守着监看画面，导演组又度过了忙碌的一天。晚安，拜拜，睡觉，加油，有什哈哈哈哈。
个可以的，你看我这个，这聊一天给我穿小鞋，给我上眼药。整出高跷的感觉了，这个穿挺快的。很方便，像个机甲。哎，平时有看哥现在这脚型吗？平时有内增高。你这个鞋是专门给大拇指穿的鞋。我这还有声呢。顽皮吗？真像啊！来吧，排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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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排啥呀？上后排队去。排队排队。没有人管这个叶姐，她是来不了啊，她是滑轮的。滑轮啊！哇！怎么办？我去救她。我们虽然没在 A， 但没有一个人救救我！走，这太好笑了。我就知道他来不了，他说救救我，救救我！我们到达的成员，我们先把大家的麦克风给大家带上。轻装小哥，那个霸总呢？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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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上好，我们在餐厅里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早餐，但是数量有限，率先进入餐厅的成员才有机会享用。那你让潘婷来干啥呀？他基本就进不去了，而且进去也没吃的了。但是在进入餐厅之前，大家需要完成一项挑战，抓住相貌舞的彩带尾巴。哦，我们在彩带的末端贴了标记，要在20秒内抓到标记点之后的彩带，如果没有抓住或者抓到了标记点的前半段都算挑战失败，就要排到队垒等待下一轮的挑战。率先进入餐厅的前5名成员可以享用营养滋补的参鸡汤作为早餐，其余的2位成员只能提供给你们白粥和辣白菜了。参鸡汤，哎呀！第一位挑战的成员是沙哥，来，3、2、1，开饭了。失败，太难了。紧张吗？紧张。其实这个由于过于的紧张，导致了昨天一晚上有点没休息好。但是还是给自己打了一个满分的鸡血。今天专门跑来这里给你发布你今天早上的任务，因为你是我们
这一季的新成员，嗯，而且非常有意义，非常有意义，非常有意义，是因为你是我们目前为止兄弟团的所有成员当中唯一一位零零后的成员。哎呦呦，而这一季因为你的加入和雨琦的回归，哦，把我们兄弟团的平均年龄降低了4岁。哇塞，那只能说这个很荣幸，那个成为这个最小的一员。对。在我们这一季的一开始，有一个敲门砖的任务需要你来完成。OK， 稍后你要依次去跟我们的兄弟团成员见面，嗯，把我们今天录制的一些注意事项交给他们。OK， 他没有拿到这个注意事项，可能会影响他今天的录制，所以这个任务很重要，很重要。对，行，就是注意事项就在这个我们 MC 这个台子上，你可以看一下啊。Okay， 这个。我这次得读一下吗？今天有跑步的内容，请换上适合的跑步的鞋子。二，准备好一些小零食，今天不一定能按时吃饭。三，请在11点准时到达大堂，不要迟到。OK。同时还有一个事情，就是陪伴了我们10年的 MC， 今年又推出了他的全新的蓝莓口味的酸奶。见到成员的时候，送给他们一瓶，让他们品尝。好，但是并不是这么简单，因为我们的成员都住在8楼跟22楼，然后他们每一位成员的门上都贴了一张照片，是有两个人合成的一张照片，然后你要猜出这两个人是谁，你才能进入这个房间。合成的照片，对，就有可能是 baby 姐的嘴，但是是那个晨哥的脸，对。然后这些人当中有我们兄弟团的成员，也有一些来过我们节目的一些好朋友，还有就是这11季加起来，对，就是来过的一些人，不是全部啊。哦，除了兄弟团成员的门上面贴有照片，我们还有一些房间门上也贴有照片。那这些房间是我们工作人员的，如果你进去的话，如果有工作人员，你也可以跟他打个招呼。OK， 我们先去22楼。OK。这聪明才智肯定一下就给他们都逮出来了。如果我能知道这个是谁的五官，但是我叫不出来他的名字怎么办？这儿有3张卡，这就说明这22楼只有3个人在这儿。 OK，这个动作莫名的熟悉，这个发型也莫名的熟悉，这个如果没猜错，应该是晨哥的脸跟荣浩哥的身子。你确定吗？是一下被我猜中了一下。你可以自己撕下来看一下。那我先撕下来看，你看一下正确答案。你看看这今天这开不开门红。哥哥门给找到了，来吧，你刷卡吧，直接啊，就直接刷。 OK， 哥有人吗？这个号码看来是工作人员的屋啊，应该已经去工作了。内衣内务甚至都非常的，确实是生活，这个还给特写。这看来也，其实好猜的不一定是准确的。啊，这里面应该这是万能的卡是吧？这个也感觉有点好猜，是不是我太厉害了？我感觉这个是。不会得罪人，应该是白鹿跟子琪的合体。我看看，感觉你们每次都是被我一脸猜中的表情。正确。这个我还是先敲敲门。雷猴啊，我进来啦。
你好啊 ，Hello， 有人吗？说实话呀，这看人吗？这看起来也挺像咱们那个制片。这是观众。看出来了，是裁判。对，导演组的一个房间。好的，这都猜出来了，就是没人儿。裁判老师，这块肯定就有人了。哦，这块肯定就不一样了，因为这。是魏大勋的身材，但这个五官呢，我想猜是山哥，乔山，是吗？这就是瘦了的山哥吗？这个动作就非常的魏大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发型的原因。看看，但这屋肯定是确认了啊，确认啊，确认了吧？好，那你看一下吧。很厉害，拿捏了。这魏大勋老板这动作，他就万年不变的炮。山哥，你看，我还是弟，还是了解你。我敲敲门。雷猴啊，我进来啦。你还可以直接刷我。Hello 呀！哎呀呀呀呀！等会儿。Hello 啊！好久不见。你要干嘛？哎呀，好久不见。咋了？今天是我不是刚加入吗？我这发布任务来了。不要搞得我们俩很陌生一样。发布任务快！今天一是给你带新品，二是给你看着任务。你要是11点没有一个舒适的跑鞋，你难受一天。说是，好。那新品蓝莓味的，你喝一口啊。给你一个红包。这是给我的。对呀。周军老师还是。霍奇，那他是不是得跟我一块儿去下一个屋了？什么意思？没太懂啊。不用，不是，就让我主要是给你发布这个新品，告诉我一下今天的注意事项。对，注意事项。为什么从10点改成了11点？什么原因？有人迟到了。谁呀、啊？肯定咱们中间。我最早起了。你是第一个敲门的，所以改的时间肯定是你、啊。我都一夜没睡、啊。他真的迟到了。你看你的门上挂的是魏大勋跟乔杉的合体，说明姚 PD 在你心目中的定位是山哥跟魏大勋。刚说的话，姚 PD 在我心中的地位是。你在姚 PD。你还没睡醒吗你？紧张了。为什么我门口会贴这个照片、啊？不得把你们认出来，我都认了好几个。你通过这张照片认出了我啊？啊、oh. ，我们视频就没见，拜拜。你不感谢一下，给你了红包都开工大吉。对啊，就是啊，阔气。谢谢周深老师，拜拜。范丞丞老师再见，嗨，一会儿见，拜拜，等会儿见，好。先生，你能帮我个忙吗？我想问，你可以通过这张照片猜出对方是谁吗？我刚才已经猜了3个人了，全猜中了。但这个，说实话，有点像聂远老师身子，但这个五官，这什么意思？首先是一个有脾气的人。先生，你快帮帮我。我猜应该是聂远老师跟荣光，还有点像李光老师。里面的人怎么在敲门啊？这个里面的脾气有点大，应该是那，我就猜聂远老师跟，这应该不是沙哥的五官吧？五官不是，脾气有点像。应该就是聂远哥跟这个龙浩哥的这个，我猜啊。哦，要先猜准门口的呀。对了，还行。那里面。你们就得挑了，雷猴啊！哎，我把音量开到最大，我们都猜里面是沙哥了。雷猴，你好，初次见面，初次见面，这是那个新品，安慕希
尝白山蓝莓啊，是新品，品尝一下。好的好的，这什么？你在姚 PD 心目中的样子。为什么？没有没有，他胡说的。胡说的，我以为是李白呢。这红包是给我的吧？是，欢迎你加入团队。谢谢谢谢谢谢，欢迎欢迎。你这里面塞了，哇塞！这白鹿老师还是比周深老师要……真假的？不一样吗？你这比他多了好几个一块。行。谢谢啊，我去下一步了。好，拜拜。哎哦，对对对，忘了重要的事儿，这个我这个是主要的，这那个注意事项。好的好的。穿一双舒适的跑鞋，你这双鞋是舒适吗？还行吧，凑合。OK， 那那这个11点，请你准时到达那个大堂。咋的，想撕名牌了？没有没有，刚才准备一下。好好好，拜拜，一会儿见。拜拜，一会儿见。拜拜，拜拜，拜拜。感动了，过年都没红包，现在上跑男收了俩红包。不过我这认人的能力还是挺强的，我发现这个门我就不开了，因为它一定是一个工作人员的屋。这个是周深的脸蛋跟杨迪的身材，完美。这个也好认，米奇的身子，小童的脸，就对。隔壁现在脸都已经通红了，所有题都被我猜中了。这个这个好猜，这是应该是山哥的身子，汪苏泷的这个脸，确定吗？这不是吗？这么浓的妆，这应该是龙龙吧？你看看，龙龙，哎，龙龙啊，以后啊，那个照片咱换一换，选一个那妆淡一点的那个啊。龙龙也被我一下子轻松识破。OK。这也不好猜了吧？拼拼！我要告你们，我要告你们！我甚至有点不想揭开这个答案，因为这个是我的五官，这说明。蛋总的身材不是一般人能够匹配上，肯定这就是我跟蛋总的。你瞅瞅，我这妆也确实挺好。行，小潘也太违和了，对不对？我跟前面那些都没有这么违和，这个也太违和了。好，那你来看看这个屋里是谁啊 ？Hello， 有人吗？来了。嗯 ，Hello， Hello， 各来各来。哎，我看你拿了好像新品，新品是不是？是的。然后还有红包，还有任务。红包是给我的，那是给你的。哦，这是注意事项。今天会有跑步内容，今天的任务和跑步的鞋子。哦，请在11点准时到达大堂，不要迟到。这本来是10，改成了11，谁迟到了？有些人那磨叽，不能说。B B 不让我说。哦，哥，你看这张照片，你能认出来这是谁跟谁吗？我能认出这怎么有点像李诞呢？和谁吗？和谁？李诞和你合体了吧？看了，哥，这应该是。确实是我的五官违和吗？违和，这了不起吗？这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我啊，哥！不是我的意思说，这不是真的我，这是蛋总的脸型和合了你的我的五官。我不长这样，哥。我知道，但你不是因为一部戏增肥了吗？是，但也没胖成这样，差不多。行，我也有红包。行，又收红包了。我这是红包。过年没收红包，我这上跑男收仨了。给他们看看哥哥有多阔气啊！哎哎，还能现场打开的吗？那当然了，我们前面周深给了8000多，那个白鹿给了10000，然后8000多10000，哥哥给了，哦，还得是哥哥呀，谢谢哥啊。
不是不是过去，微信转。有在这。你我是你们还真开呀、啊？你们笑笑，开玩笑，这他们也都5块10块的，真假的？真的。都躲，他们都躲呀、啊。哥哥吓一跳，哥哥以为真有一真那么多。不是我这是这不，你听我的，我跟你开个玩笑，是其实是188。哦，对，不可能给少的，我怎么可能比他们少呢？你看我这新品都拿了，那我不客气，对不对？来，任务继续颁发吧，感谢新品。欢迎加入。那哥，你帮我认认这是谁呗？这应该是，我感觉应该是周深，加。可是这个五官是，这应该是周深加上谁呀、啊？白宇？不是，不是吗？这个有难度。是苏醒吗？周深加苏醒？醒装吗？周深加苏醒。对吗？确定吗？我忘记了，你好啊。猜错了，哥，但今天就出不来了。那咱走吧，省一天通告费。这我就听哥的，我就猜好苏醒哥了，是苏醒吗？真是啊。嗨，这趴重来一下。要不给个机会？给个机会吧，我再猜一下。有没有这么假的？是吧？啊，那我们就猜这肯定是张彬彬跟深深呗，是吧？是。咱接下单了，那没事，第一天新成员可以放你一马。OK。对，要不然这成员见不着，这对我有怨恨，这还得录好几季呢。啊，来，开门吧。哎呀，什么鬼？雨琦，不是什么呀？雨琦，不是什么呀？姚BB不想让我见到你。你这个不让我出来，对门啊？我说你对门，我说早上有一个男明星大早上起来出去化妆，我说你进去。没有，我是去跑步的。可早了，姚BB不让我见你，他给我出了一男女。这什么意思？我明明你往外站着，你能看出来这个是谁跟谁拼凑的这个？这个啊，是我们团里面的是吗？这肯定是周深啊。对，然后另一个人是谁？周深，跟你。好嘛，行了，你回去吧。好了，事儿你也知道了，等会儿新品。什么东西啊？这谁啊？是你行了啊？我们又得罪一个人。你们这啊、哦，新品，这一个新品。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就是给要给你看看这个，今天要跑步，换上这个好的鞋子啊，不一定能吃上饭，然后11点准时到大堂，不能迟到。11点 ，OK。OK， 行吧，那我红包呢？啊，红包，等一下。还有比我更夸张的，我好歹还有8块。不是，其实1块也不要，你想私吞？没有。你这我看看有几块啊？我没打开过。哥刚才那给了我10000多，白鹿给了我8000，真有钱。深深，我看看你这样，得开巡演了，1分没有，空红包，空的。你来晚了，刚才凯哥都来过了。哦，真的是空红包，我觉得我已经算很大气了。你给他多少钱？1块。8块。你真有钱。得了吧，你这第一次来，我给你2块。炸！哦。怎么都揣兜里、啊？没问题吧？咱俩这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对，给你凑个整，你现在多少啊？正好差你那100，就凑到。差你这100。安慕希确实不止这100多呢。是是是，20吧，20。行，20，那100多你留着干嘛呢？22。行，22就22。100留着我万一。万一今天有个什么任务？对，万一有什么任务，拍小片儿呢？早上起来。今天我就是那个大富翁，就都得找我。行，那我下楼了，我还有好多人没见着呢。还没见啊？好，一会儿大堂见。好，大堂见。大堂见。去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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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见雨琦。好的。等会儿见陈哥。一会儿见啊。好嘞。一会儿见。嗨。还剩3个人，让我们先从这边开始吧。
镜头现在都玩得这么近吗？OK， 让我求一求。呀！这个不好猜呀、啊，这不会是这张照片？感觉有点，这应该是沙溢哥的身份，但是感觉这就是沙溢哥本人的照片放在上面。不就是沙溢哥吗？像不像沙溢哥跟腾哥？是沙溢哥跟腾哥吗？我就赌一把，感觉就应该是沙溢哥。你瞅瞅，但是说实话，这张照片啊，跟沙溢哥真的很像。你们也是挑了一张沙溢哥最瘦的时候的那个照片啊，沙哥。这、哦、那这肯定不是沙哥本人的人物。雷好啊。嗯。哎呀 ，baby 姐。Hello。欢迎光临。还有这个。欢迎光临，请进。我就不进了，我还得翻那个好多东西呢。我这给你带了一个礼物。哇，谢谢。好哥的安慕希长白山蓝莓。新笔。对，然后呢，这个照片呢是你在姚 PD 心中的这个样子。姚 PD。然后这个是一个今天的这个注意事项。啊、哦，不能按时吃饭。11点准时到达大堂。好的，谢谢。哎，这个是你得给我的，有吗？你要不给我一个吧？我给你一个，行，我给你一个那个这个吧。这个是最少的。这都是大家给你的吗？这是都是大家给我的。那不好意思，你等我一下，我也是拿给你吧。你等我一下哦。没想到这个是 baby 姐，开工快乐！谢谢。咱们也还是 baby 姐阔气，这其他小伙伴真是太抠搜了。你跟 baby 姐给的这好几张，那必须的，安慕希最阔气。行，谢谢 baby 姐，我下一个了啊。好，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嗯。兄弟们，你瞅瞅。什么节目还得发红包啊？这个，说实话，这个也太违和了，但这一猜就能猜出来。这个，我们现在娱乐圈当红的客服，大大老师，大大老师配上凯哥的脸，哎，这张照片实在是莫名说不上哪儿，有点惊悚的感觉，你看，不违和吗？甚至这张照片放在这儿，这个辟邪有点感觉。这个感觉，沙溢哥跟杨洋哥是吧？感觉像是沙溢哥跟杨洋哥。我进来喽，你好 ，Hello， 这是没想到吧？有点意外。那你这屋是有什么呀？喜临门，床垫子。对，这是商务的。哦，商务的。行，那我先不打扰你工作，我去下一个屋了啊。好嘞。好。你好啊，我进来了。哎呦，姐 ，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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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们在干嘛呢？哇塞，你们这个是安慕希，这是我们广告组的小伙伴的房间。我们在给安慕希做那个植入的准备。嚯，今天这都是新品啊，这是好。
那这一会儿拎一箱回去。可以。现在就给你一下，现在就给你一下。那我因为我刚才去每一个屋，他们都给我一个红包，我一来你这儿，步手走不太好。啊、哦。我先去下一周。好好好，好的。好嘞，等我见，等我见。拜拜，拜拜。下一个，下一个屋嘞。这是应该是朗朗哥跟我吧，这个发型是我感觉是感觉很难，现在在有人能复刻这个发型，感觉现在是只有朗朗哥在做这种发型。对，让我来看看啊，咦，怎么还有两个屋？这个衣服，这个头型一看就是坤坤的，但是这个五官是……这个五官是……这个身体肯定是……等会儿哥，等会儿别着急，我就那个没猜对，不能进你屋。玩啥呢？哎，哥在这儿。能不能快点？我马上就救你出来。哥，你能帮我看一下这个五官是谁？不是你吗？这怎么？你也对，太……这不是你啊？这不是我哥。不是，是这个身体是坤的啊，脸是谁的？是。脸是，不是你啊？不是我，那我不知道。你再想想，那我先把你救出来。不，没事没事，你再想想，快来。你这个应该好救，这应该是玲姐的身子，贾玲，但是脸是……你再看看，多漂亮。你的，就是你的。弟呀、啊，就你这智商，你怎么以后再跑男混呢？这都几点了，你想想，跑男谁最美，对不对？谁最漂亮？哦，是不是 ？baby 姐跟玲姐是吧？哎呀，行了，哥、啊，行了，把你救出来了，是吧？猜对了，猜对了。那意思是我要给你红包是吗？对的啊，而且不是我先给你这个，这是啊，这个是新品，新款的 M7， 新款的 M7， 哇，好棒啊！对，然后咱们今天有一个注意事项，今天会有跑步的内容，请换上适合跑步的鞋子，舒适吗？你看我不来你就忘了，还得我来，我跑步跟鞋子没关系，什么鞋子都没有，哦，是一定能大堂集合，不要迟到哦。好的，谢谢你提醒我，好。那开工红包送给你，谢谢哥。我哎，不是，我一定要送的。是啊，要不这每个人都送，你看你不送嫌你不小气。不是，我觉得吧，今天可能有备无患，咱要不要备着点？我给你先替你收着。哎，什么意思？在你这存着，然后涨利息？存着，晚上我再给你。哦，行，你觉得怎么样？可以。万一你这路上要是丢了又怎么，对吧？行 ，OK。有个后背，经验都是经验，知道吧？这跟游戏没关系。不一定。那行，那我就可以下去了啊。行，你可以。可以了。不是，这个确实有点难到我了。啊，我知道了，雨琦跟坤坤。雨琦的公司不会告我。OK， 那我再猜猜啊，这个是应该是大林跟坤坤吧？能把大林的眼睛 P 的是不是有点过了？大林，这照片是大林也没这眼。大哥，哥，你能出来了，哥。
哥，哥，你又不，你又，哥。哎呀，怎么的呀，大哥？怎么了？怎么了？到我的花园来了，这么板正，怎么了？快哥，这个是一个今天的注意事项。今天会有跑步的内容，请换上适合。你看都换好了，是、啊。请备好一些小零食，今天不一定能按时吃饭啊。行行行，但十一点必须得到达大堂，是不是晚了？是不是晚了？你是不是跟我在这拖呢？拖时间呢？这哥，你晚了就是得收盘了。行。你的红包不给了？哎，哥，咋的？都给了你，都给了啊！行行行，我给你拿去啊。最大红包呀？那还说啥呀？那哥，我看看里面。打开，拿着啊。那开工，今年新年第一天。夏哥，夏哥刚在门外拍的一张照片洗出来，写签的名送给我了。夏哥，夏哥有心了。真贵不？贵，一般人真不给。哥，那个天天眼开的玩意儿，这都掉脸了都。是哥，这谢谢夏哥。瘦了，瞅瘦了，嗯，减肥了这两天。欢迎啊，好，欢迎来到我们跑男啊啊，好好整，好，一会儿见哥，一会儿见，一会儿见，沙哥，好，呀，终于收集完了，程程，早上你的敲门砖任务就完成了 ，OK， 啊，你也成功的跟我们所有成员都见面了，嗯，也收到了成员们的祝福，再次欢迎你加入我们跑男，来了，叫哥哥姐姐们起床 ，Wake up please， 起床。起床！我起了，快啊！你在干什么？有本事你别跑啊！炸了一个！你放过我吧！你并没有逃。快快快！我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怎么相信你？来到奔跑吧，我现在我的任务是什么呢？就要叫所有的哥哥姐姐们起床，起来啦，哥哥姐姐们起床，起床， wake up please， 起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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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姐姐们起床，起床，起来啦， wake up please， 起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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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姐姐们起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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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床！昨天几点睡的？为什么一个人都没有？哦，你好，哥哥，我是王战。现在要起床了，哥哥，要去前面，现在，嗯，现在要起床了，哥哥，现在要去前面，为什么？这是我的任务，现在要在这里等我，哥哥。拜托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很冷啊。
个。不是，我不是 Henry。我起来，哥要起床了。我起了，我起了啊！我起了。OK 啊。哥，先洗个澡，现在。起。里边还有，里边还有。里边还有。哦，锁门了。哦。这里进不了吗？开窗呢？锁门，哥，为什么锁门？你是个什么鬼？锁门？你死定了，王家！告诉你，谁？怎么这窗户还能从外面打开啊？这个人是谁派来的？只想问一下。男的可以自然醒。哎，王家 ，Yes， 你去叫女生嘛。对啊，你有本事去叫女生。叫女生啊！那个肉八姐已经醒了。肉八。肉吧，自然醒。啊，我看这什么鬼？一早放怪物进来。谁呀？服务员。服务员。稍等。王家。天哪！姐你好。对，我是王嘉尔，该起床了。我可以进来吗？可以啊。姐，你昨天也在这里睡吗？我也在这里睡。姐，现在要起床了，好，你们先准备一下。哎呀，有点不是，好像不是那么礼貌。大家早上好，哦，昨天晚上睡的还好吗？不是说可以自然醒吗？怎么没让我们自然醒？一点都不自然。虽然我们全都被那个王嘉尔吵醒了，但是我觉得小鹿这个装法的真的是自然醒。大家早上好，首先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王嘉尔。哎呀，欢迎。特别违心的鼓掌的，哎，就咬着后槽牙的是欢迎啊，让嘉宾来叫醒我们所有人。你有没有想过他今天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昨天大家领略了壮丽的黄河，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体验独具陕北特色的民俗扭秧歌和打腰鼓。秧歌跟腰鼓作为宝贵的民族文化，应该有更多的机会去全国各地展示。今天我们也特地为老乡们准备了一份旅游大奖，老乡们希望你们加入到他们的队伍当中，为他们而战，赢取大奖。好的，接下来我们请两队的队长
挑选他们心仪的队员，替他们出战。我们遥控队选人的标准是，首先要腿长，首先要腿长。那么遥控队的标准是连线哦，连线哦。哎，这就很难办了。两边我都可以去，别难过，不是问早上起来羞辱我们俩干什么？还有你，让我两边我都可以去，那我就先学了，学腿长的，咱们先学腿长。选哪个大帅哥啊，咱们选个连小的小美女好不好？那个就选了啊，我要选别的热巴。哎呀，你看人家这句子长就的爸爸，你性子别人从小可多你呀，像我就像一个什么叫不叫？咱选一个漂亮的啊，咱们选。选吧。退场吧。选你们行走的白马王子，小脸风，散开！选一个精壮的，好吧？好。走！二。我给咱再选一个啊，多才多艺的王家。我没死。我们得选个美女。对，我觉得现在已经分出来了，然后下面的自组一队就好了。我真的不知道我是脸小还是腿长。我给咱选一个最像咱们陕北口音的。谁比较期待？王祖蓝！啊！你看人家这后头长得标致吧？加点吧，再多吧。你看，脸大嘴大鼻子大眼大脑大。羊子脖子粗，五大三粗，标准的陕北美男子。真的吗？队长，没事，剩下的他们自己是一个组合，对，叫多肉组合。别选了。他们刚才说那些咱们王，像陕北男人是吧？那咱们也需要一个陕北婆姨嘛，是吧？对。今天你们将为各自的队伍而战。好，最终获胜的队伍将为该队的老乡赢取旅游大奖。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全力以赴，相信我们。红队，来，红队，来，我们，一二三，红队。